新闻一直在讲今天东海岸这边台风，今天台风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浦航，去浦项。这个台风是日本那边卷过来的，然后我们是最外圈的台风。待会儿说可能就是下午会停，然后明天就不会有了。现在出发。这就是韩国乡下的农村，真是乡村。잠시후오른쪽4시방향입니다。哇塞，真的是以前的那种。到这边就天朗气清了，你看这边就是那个超市啊，杂货店就在这边。今天没有人，太好了，全归我们拍。哦咻，海岸村恰恰恰，哎，就是这，就是这里了。这边是那个超市，还有那个餐厅。超市，哇！我真是脑残粉儿。里面有什么啊？里面真的是超市。要去找那个下一家，看到了，白天的咖啡，夜晚的酒。早睡了，早睡了，也没错。现在来到这个咖啡厅了，它就是一个取景地搭的棚，不过还挺好看。你看，边上都是，怎么讲，还原了那个彩妆都有。脑残粉来这个，脑残粉对虎子的爱。喂，这些都什么意思呀？英村。我们要开始
来来，为了拍那个谁的船，爷爷的船，爷爷的船，要那个爬到山顶，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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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房房沙什么公园儿？天啊！他们很会做宣传，知道这个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专门开辟了这么一条道，太不容易了。他是专门开辟的这种道啊，就是为了让你打卡款送同款。同款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不过这天气还真挺好的，可别说可别说，待会儿要下雨了，完蛋。看那边。小道，定情小道，结婚小道，所以红班娘真的是每天早上上来晨练吗？迷了，还真的是哎，原来这下面是个亭子哟。开着音乐。走我们家虎子走的路，我在想虎子走这路的时候在想什么，他没有想到我，想到在未来的一年后会有一个女生追着他游泳了20分钟，就为了看他爷爷的船。又来 CU 了，真的好多好多吃的，哦，好喜欢。辣椒，这是那个辣椒味儿，然后这是那个大蒜味儿 ，garlic，是哪个？可以。cheese，哦，好多 cheese， 真的好甜。这个包看着也好好吃的样子，你看，哎，只有一个胃，好多好多鱼肉串。咸咸的，那个乐汁啊，有没有想到自己加心？甜咸茶，哦，饥饿的小姐姐，嗯，你先没吃饭啊？要你个 cheese 饭，好吃好吃。哎，那小杯咖啡，来韩国就喝咖啡。降温了，来了台风之后特别冷。
来吃饭。他就是。这里每一桌都在喝烧酒，有一个超级美的小姐姐，来，小姐姐，小姐姐喝可乐，里面有，呀，她有。哇哦！哦，你要给我包虾了 ，Mess。哦，你说他最喜欢包虾了，真好，我最喜欢被人包虾了。喷儿，尾巴都出来了，哇，特写，芝士鱿鱼腿儿，哎呦，哇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哎呦，快点呗，是早上9:10了，我们出来吃个早餐，然后吃一个咖啡店。这边咖啡店真的超级多，你看这一圈随便一找全都是 coffee 咖啡呀、茶呀之类的。找一家评分最高的，蛮大的，离我们住的地方就300米这样。这家我们去看一看。推荐过，哇，好治愈啊！蛋糕，如果24小时没有卖完，就会捐给浦项市的灾区这样。怪不得市长会来写个字儿哈，它这个圆圆的好可爱哦，里面是芝士的，来，这面包都太大了，这大果冻。巧克力不是那个什么，咖啡厅真的好大好漂亮。现在来看看这个2楼看看，哇哇，好漂亮。是个小坡，
衬衫。这小坡，就是这小坡那，我还好，它这个不是阶梯的，是。你跑一下看看呗。我想穿靴子了，但是我就亲口说得穿拖鞋，穿拖鞋有点冷，穿个袜子。就是现在拍不出来是有多么的斜，你知道吗？你跑看看，快点快！啊，真的好陡啊！我就不应该听你的，穿拖鞋来，我就应该带着一双运动鞋。老太太。站不直，不行了，我都不行了。全是各种味道的咖啡，然后我买那个这个冰可以摇进去，这是冰咖啡。啥宝藏？奶奶家没有人住，就在这踩着那个棉被。哦，红斑鸠。这条街叫螃蟹街，我给它起的名。哇，全是螃蟹，看没有，一条街的螃蟹。这边就是来吃海鲜的。吃螃蟹，吃大虾的。好啦，我们要出发去青州了。